内投一分钟的鱼放到水里头，它表面上啊这个解冻完了以后，这条鱼是活的。另外一条呢，半个小时以后呢，放在水里头，它已经冻死了，是不可能活的。所以呢，网上有个视频，就说是说通过这个冷冻可以把这个冻鱼复活，这个是不假的。冻的时间很短，只是表皮上给它冻住了，里头还是鱼的那个体温是不变的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它器官不受破坏。